华校长为我们致辞，请掌声欢迎吴校长。郝思政、吴将军、高明堂，在场的各位贵宾、各位学术界的先进、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安。早安。首先，我代表学校向有到来的所有的贵宾表达我们最诚挚的欢迎之意，欢迎大家来参加由本校设置中心所主办的鼎铸民国吴仲南将军文物史料的特展开幕仪式。我想因为各位的莅临，使得今天的活动更加增添光彩。本校的设置中心是一个以学术研究为主的一个研究的基地，在过去的60年的历史里面，它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资料的一个提供的一个角色。这2年来，设置中心积极的转型，希望能够透过各个层面的努力，为社会、为学术界提供更多的服务。1999年，我们受政府之托，开始编辑《中华民国发展史》，那么顺利的在建国百年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全国150几位的教授，共同从12个面向撰写了114篇的论文，由我们的人文中心正式出版。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间，除了学术界的努力以外，设置中心更希望能够更积极地扮演一个后勤的角色，那就是除了论文的撰写以外，如何能够把属于民国史的宝贵资料能够保留在学校，同时能够供更多的后进学者继续研究，成为是现在设置中心最重要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在资讯科技快速进步的同时，除了史料的保存以外，如何利用现代的资讯科技、数位科技，将这些资料更活泼、更清楚地去表达，而让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可以接近、可以理解，也是作为一个大学应该去尽的责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陆陆续续地收集了许许多多和民国发展有关的重要的资料。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吴维珍学长，他愿意把吴仲南将军所有的史料送给政大，由政大来检查。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设置中心的同仁，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把这些资料做了系统性的整理。今年是本校在台复校60年，是我们创校87年。我们为了庆祝这个重要的日子，所以设置中心在今年度开始规划了一系列的特展。我们希望将这些重要的史料能够更有系统的让全校的同学以及我们学术界的朋友认识。我们在所有的这些典藏的资料里面，我们觉得吴仲南将军的资料最能够来代表或者是显示设置中心的第一个特展。吴仲南将军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在他的一生里面，都有非常多精彩的表现。他是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里面升学最快的，他是在军史上的第一位的军团长，第一位的集团总司令，第一位的战区司令。我想吴将军一生曾经参加过无数的战役，东征北伐、对日抗战、国内国共内战、台海保卫等等，他都亲临现场，功勋彪炳。但是我想他最令人钦佩的，则是他在他的一生的军旅的生涯中，充分地展现了我们在《孙子兵法》里面所说的，作为一个将者，应该兼具智、信、仁、勇、严的五德。昨天我到现场来看一下现场的布置，我走上你的3楼，看到我们的楼墙上有一段吴将军过去说的话，就是现在在这张照片上也有的。他说：“办大事者，非精心果力之为难，而人数存心，乡人为国之无益。”
我想这段话所显示的不只是一个作为一个现代将军的宽厚与他的德行，更应该是我们在现代所有的领导人所应该心存忌惮。我们希望这次的特展不仅仅是能够把胡将军的一生的事迹向我们的社会以及向我们的同学做更清楚的介绍，我们更期待透过这个介绍的过程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学习如何去做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如何去做一个在未来社会中大家所期待的领导人。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所有贵宾的莅临给我们的指导，我们也期待在大家的支持之下，我们的设置中心真的能够成为是一个现代民国时代的基地。谢谢大家的光临，我们祝我们的这个研讨会，我们的这个展览非常顺利与成功。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校长，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为中南四书写序《黄埔十二期》的郝伯村先生。请郝伯村先生为我们致辞，欢迎郝伯村先生。但是后来做了参谋总长啊，
无形之中也做了很多外交工作，军事外交。今天我想言归正传，来讲胡宗南将军。胡宗南将军，从我个人的关系，我从来没有做过他的同学，但是我曾经做过他的同学，我们同学的一年，那是到了台湾以后。我在到台湾以前，我没有见过胡宗南将军，当然是久闻他的大名，号称西北王。这个当然，我们所有的黄埔同学当中，几乎从第一期的我是十二级，做他部下的很多，我谈了他很多关于这个是治军作战。领导方面很多的这个事。今天我特别要强调的，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为了纪念黄埔建军90年，我觉得胡宗南将军他是我们黄埔精神的典范，黄埔精神的一代。今天军校建校90年了，我今年我是黄埔十二期，所以我没有机会参加东征北伐，但是抗战以后啊，我都参加了。所以如何传承先总统蒋公创办军校、创办政校这一种为中华民国、为中华民族这种思想精神？传承下去，应该是我们90多岁，我今年96岁了，这个最后的一个，怎么说呢？是还是要尽心尽力，一直等到这个眼睛闭起来为止。那么，黄埔精神。在劳动也是我们国民革命军之父，也是国父的，可以说是最忠实的一个信徒。他一生已完成国父孙中山一个革命，建立中华民国的一个民族国家而奋斗而努力。他创办黄埔，我们可以说黄埔精神。这黄埔为什么在东征北伐抗战很快的成功？因为黄埔的教育是非常重视思想教育，所以东征北伐的军阀。或者是叛徒，或者摧枯拉朽。我们所以黄埔军校学生是一个有思想的，这个思想就是信仰三民主义，效忠中华民国。所以黄埔一直从胡宗南将军开始，我们一直到今天没有产生一股军阀。我们黄埔子弟为了效忠中华民国，是一个民族先征的国家。中国的历史2000多年来，尤其是毛泽东，他想枪杆子出政权。今天我们在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宪法。就中华民国宪法，我们在台湾就终结了枪杆子出政权。我认为这是我们黄埔子弟，我们作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一个军官，我们很感觉到光荣。这个当中，为什么胡宗南将军他？所以黄埔精神
一个是短剑。我想胡宗南将军他团结的基础是什么？信仰三民主义，效忠中华民国，忠于蒋委员长。另外一个不计名位，他是黄埔同学当中升迁最早最快的，也是最高的。但是他这个都不是他自己去是一心啊为了升官而，所以他的团结可以说是我们黄埔精神的一个代表人。黄埔精神第二讲负责，负责就是他的负责精神。刚才我看了几篇郭玉章的旧部，所以负责就最重要，以身作则，与士兵共甘苦。所以士兵不能享受的，他也不享受。无我无私。他做事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所以他带的部队，一直到盛元之战大落，我们最后失败的时候，他所带的部队还是最忠诚、最坚强的部队。当然不是因为政府的战略错误，所以啊，最后还是这个是牺牲了。所以他在负责来说，他也是黄埔精神的一个典范。更重要的是牺牲。什么是牺牲？他从他的生活当中，他的牺牲精神能够作为部下的一个典范、一个标志。他，我们最简单的说，最通常都知道，他在军校毕业两年就做师长，以后一直是敌军敌师第一战区，到了这个是战区司令长官。可是他抗战不胜利，他不结婚，他不成家，所以公而亡家这种牺牲精神在黄埔里面，他是可以说做我们一个典范。我也是黄埔军抗战胜利以后才结婚，不过那时候我们还很小啊，刚才20岁啊，等待抗战胜利还来，他们是已经快50岁了。可是我们反而黄埔一期的，由于我们发展的太快，不免其他的同学不免骄傲浮华，不但是结了婚，讨姨奶奶的也不少。所以这一点我们就觉得他公而亡师，公而亡家，这一种这是牺牲精神一种最了不起的表现。我们另外从牺牲精神表现的是不计名位，临危受命。他在大陆交工的末期，我也在成都，我们的国防部同胞总统，最后只有他的部队能够从山南急行军到了一个团，才到了重庆，那重庆已经守住，最后他保卫了领袖最后时机离开重庆，乃至于最后离开成都，到劳动党护卫劳动党到台北来。但是他封了兵，要到西康去，
重建基地。西康大家明知道那是一个绝路，没有希望了，但是要他去他就去，他去当了行政要素，如果是最后，那自己准备殉国殉职。最后因为老总终究几十年以来一直可以说把他当作一个接班人的培养，舍不得他在西康白白的牺牲，一直到了最后的阶段，这样飞机把他接出来。然后你看下面的军长吴长兴等等，这个阵亡牺牲，所以他所带的最后到西康没有投降。他到了台湾以后，在黄埔一期来说，他阶级最高的，就是一般的将领来说，他还比其他的将领都是地位高的。或是老总统还是要派他到大臣去，大臣是相当于一个市长，等于是做一个市长。大臣是孤悬在这个东海，可以说是那是一个随时要准备牺牲的。很多高级的当时政府的高级就是劝他，他犯不出去，可是他奉了命令，老总要他去他就去。从一个战区司令长官，曾经指挥过几十万先前后后曾经指挥百万人的，最后去到一个小岛上去做一个指挥官，相当于是他就去。这是什么？不计名位。回到台湾以后，老总统要做彭防部司令官，彭防部司令官那个时候参谋总长是谁呢？参谋总长是彭孟捷将军。彭孟捷将军在西安的时候是炮兵旅的旅长，那个时候要见胡长官或者胡主任，要先登记以后，然后通知你哪一天下午几点钟、上午几点钟，你到这来见。可是到了台湾，他做了参谋总长，他做了个澎湖司令官，参谋总长要到澎湖去视察去了，他亲自到机场迎接这个老部下，他是新长官。彭总长对于这个老长官变成一个新部下，但是可以说长官部署的礼分完全照到一个部下来做。当然在这黄埔军校的我们军动能力的立场，他是老大哥，小弟做了参谋总长了，我们私下对他的尊敬，可以说做的都非常好。这个表示什么？他不计名位，老总要他去做就是。后来他到台湾来，老总还是要讲来，无论是巩固台澎，或者是讲来反攻大陆，还要他负很大的责任，所以叫他受训。当时我们一个所谓地下五军大学，主要是并不能教官研究战略，我也是在那学习，我是最年轻的，他是最年长的，阶级最高的，我是个小上校。